因为我很喜欢三这个数字，第三排第三座，那我也来吧，三排三号，二三区的。我二怎么？你说叫名字呢？叫三次，然后叫出三种不同的含义。老温，哎呦，我有老温，老温，等一下，阿旭。抽一个山顶的，山顶的，还真是对，最后一排，好，最后一排，八排，最后一位。在这儿，我还没说呢，他输了，他错了，输了，没接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先问的设计，还有你自己设计？对啊，我说要你，结果没有设计，直接让你拖长一点，就那个地方要拖长。左光标，一拳，换。要听吗？你的嗓音蛮适合唱家的。他唱怎么样？我觉得好不好？你说的假的？不唱的专业歌的感觉。我说呀，我就是。郭老师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只会微笑的淡薄，我静静。